昨天我们刚好聊的是服贸这一块，不过今天其实柯文哲在这个节目专访上面又聊了一些，他要讲的是 ECFA 啦，他说驻日的期间，访日的期间呢，晚上还跟日本的议员啊，去二次会，席间对去 club， 对，我想说把他省略掉不念了，席间日方直接坦言说不可能CPTPP 的11个成员国都会通过，所以日方也极力劝说说你们不如可以先谈的一个一个先解决，他也说其实我们要直接这样加入 CPTPP， 连日方都说很难啦。我觉得在这一题服贸的这个立场当中啊，就是侯友宜市长很欣慰，在昨天呢是醒过来了啊，因为在昨天的时候，侯市长算是正面表态啊，支持呢重启服贸啊。不过呢，这个相关的表态，我认为是稍微比较晚了一点了，大约晚了，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应该说，从先前的性骚扰事件啦，然后或者是这个新北市幼儿园的这个事件啦，然后再过来的这几天，其实大概焦点呢是在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服货贸的相关议题当中那其他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新闻，可是侯市长在这几天呢，可能还是忙着在处理新北市，或者呢，他是在这个地方上到处去做情跑，那没有紧紧抓住当前的重点是在福货贸的这个议题当中来做出紧急跟及时正确的表态是比较可惜的啊。现在当然是做了，可是这个表态我认为有一些要做修正的，为什么呢？因为侯市长是去一开始是去酸柯文哲说他变来变去，但如果我们在沙卡都的状态之下呢，这个打法是错的，因为以国民党来讲，他应该要尽可能的边缘化柯文哲，就国民党只要积极打绿就好了，或者你只要比柯文哲更能够打绿，对吧？那如果柯文哲呢要谈到服贸的议题，侯友宜应该很大方说，服货贸本来就是国民党的既定立场跟既定政策，也是马英九政府所留下来的很棒的政策，所以只要我执政，我上台一定会全部重启。那也感谢柯市长能够这个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对吧？然后也欢迎这个柯市长也能够支持九二共识，那才能够有福货贸、哦、我到上台就有九二共识，就有福货贸，所以两个未来巴拉巴拉巴拉。那当然很可惜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紧紧抓住这个球。那反观的是柯文哲，因为被绿营打起来之后，那当时的我就其实有一种很荒谬的感觉。你看，就竟然是柯文哲在捍卫福贸，这大家都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吗？对吧？那极其荒谬，然后呢，绿营所攻击的那些点跟十年前的造谣内容还是一模一样，对吧？说什么大量的大陆劳工就来到台湾啊，然后只要花一点钱就能够这个什么冲刺到台湾大街啦、啊，哦，讲的都还是陈腔滥调，当初被马英九反驳到不能再反驳的谣言，现在一样是再度流传出来，甚至呢，最新的啊，不外乎有讲说，你看现在中国大陆什么经济要崩溃啦，如王定宇之流啊，他们呢，这应该要多多看一下我们这个每天晚上8点的头条开讲，然后呢，还有的我们的很多国际频道，也可以呢，看看亮哥跟浅秋姐的这个很多的广播，都能够介绍一下现在全球中美的局势跟经济发展，对吧？就是王定宇还讲说，你看啊，侯友宜这个脑叫做 Made in China， 我在想说这些绿营啊，叫做Made in 青蛙吧，对吧？就整天就觉得哇，台湾经济实在是了不起啊，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必定崩溃啊。那王定宇赶快主张 ECFA 断掉啊。对啊，这个怎么还留着呢？好，所以在这个关键的论述当中，我认为侯友宜市长呢，还是要再继续加把劲，要尽快的。就是大喊啊，支持九二共识才会有福贸货贸，因为不论柯文哲或者是现在民进党的陆委会，没有九二共识，福货贸都是假的嘛，对吧？那当然，他过去支持与否，这个现在不重要，重点是如果侯友宜当选，或如果我执政，我支持九二共识，我就会有福货贸。然后呢，如果各位有什么这个疑虑或担心的，反正我执政，我们就重启啊，好。那当然，实际上能不能够跟大陆愿意谈，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大陆可能也不是很 care 福货贸的这件事情，但至少在台湾的选举上是有影响力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民进党放出了这么多的一些造假的讯息啊等等的，那侯友宜市长呢也应该要亲自出来做回应啊，否则的话，我们的媒体版面、我们的讨论焦点，你看那都是柯文哲啊，那柯文哲骂民进党说是狗，那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啊，对吧？那大家这个反讨厌民进党的人看了就觉得很爽啊，对吧？那民进党就是民进党的嘴里吐不出象牙嘛，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啊，那柯文哲他的声势就会不断的在增长。好，那么柯文哲现在又谈到了 CPTPP， 一样，这都是在炮打民进党。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到柯文哲的脸书上，是柯文哲的脸书直接针对福货贸的事情呢拍了一段影片，到现在也有上千则的分享。那当然我们就要问，那另外的侯市长团队能不能够也加把劲，就你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不能够仅仅只是你在去拜公庙的时候，然后地方上有媒体堵麦，然后简单问一下，应该也要有一个自己完整的论述，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觉得你上台之后是能够通过福货贸，为什么别人做不到，这些事情都要讲清楚。
CPTPP， 那民进党就是在胡说八道啊，对吧？早前跟大家说吃了莱猪之后就有 FTA， 后来直接被打脸，拜登直接说不会有 FTA， 说后来呢才改口啊，说之后会有 CPTPP， 但之后呢就也发现到了这两年多啊完全毫无下文，而且一开始呢是日本在担任理事国的时候，日本呢算是蛮有意愿帮助民进党的，结果民进党呢就完全没有提交任何的申请，好，所以日本想帮忙也没地方帮。那隔一年之后呢，是新加坡当理事国，那是大陆主动提出说要加入 CPTPP， 民进党看到之后哇才吓一跳，哦怎么办，大陆要加入了，我们才急急忙忙的提出申请。可是提出申请之后，你说到现在呢也没下文，现在今年呢又重新要展开了啊，今年呢是在纽西兰，那一样好像也没看到王美花有大张旗鼓，经济部大张旗鼓说啊这个我们今年又要加入啦，对吧，这个全力动起来啊，没有，为什么不敢讲？那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哎，你这不是已经讲了两三年了吗？你可以让年年都加入，然后年年都加不入，哎，这个不过民进党也挺习惯的。纽西兰那个申请入会案截止时间是7月15啊，快到了，快到了。不过中国大陆已经确定要提出了，而且大陆为了要加入的时候，这是各种不知道，对各种法规啊什么的，他们的大陆内部还有办很多场的评估啦、座谈会、演讲会，这个大陆网络上都找得到。哎，你说台湾我还很少看到经济部主动释放说他们办了什么公听会要针对加入 CPTPP， 然后找什么厂商产业来做工会代表来做沟通，好像也没有，玩假的，是假的啊，因为知道根本就加不进去啊，所以当然呢就是忽悠一场，就是大骗局啊。那当然你看就是针对这个 CPTPP 或台美的贸易倡议，台美贸易倡议也是大黑箱，也是玩假的。那福货贸呢是当初完全公开透明，没有黑箱，我已经跟巧心拍了最新的影片，欢迎上侯汉廷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粉丝专页还有 TikTok 都可以来做观赏。汉廷要帮我补充，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哦，就是说柯文哲呢对于核四的态度正式表态哦，他说呢主张核四要重新体检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用核四，要找第三方人士公正检查一遍，时间要快，不要浪费时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希望一两年内解决问题。这什么呢？这表示说在很多蓝营应该要基本坚持的立场当中，像我所说的，就柯文哲跟侯友宜某种程度上也在比赛，比什么呢？比谁表达正确的政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像福货贸，这个就是柯文哲比侯友宜抢得快。那先前更多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其他的东西。然后先前的核二核三的研议也是柯文哲比侯友宜快。现在呢，到了核四，那又是柯文哲在今天早上广播的时候说了。所以我强烈认为侯友宜市长要赶快在核四的议题上，你至少要跟进。否则的话呢，那这个支持，因为核四重启在上一次的公投当中，国民党是支持核四重启的啊，对吧？那侯友宜呢，一直到目前为止没表态，然后呢，核二核三的表态慢了柯文哲一个月。那现在呢，柯文哲已经表态了，而且这个表态理论上跟侯友宜过去所讲的也不违背，因为说就是找人来检查嘛。这也是我们先前过去在节目上所说的，就我一向支持说，我当总统的理想候选人有几个条件，不是我当啊，就我认为的总统候选有一些条件。第一个，你支持九二共识吗？第二个，你有没有支持核四或核四？你至少说请海外的学者专家，然后这个原能会来做海外的这个原子能总署来做体检，体检没问题就重启。然后以及呢支持福货贸，结果没想到呢，我认为理想上的这些条件当中啊，目前得分比较多的是柯文哲。就目前得分比较多的，哎，我提的这些政策理论上应该都是国民党要支持的政策，结果侯友宜可能提的比较慢，不是不见得反对，可能提的比较慢，那当然就会失去叫做所谓先手嘛，你就失去了一个得分的优势，而且等于这近期的议题当中啊，也包含像我昨天所说的，柯文哲甚至还说，哎，他也支持要解密蔡英文的论文跟高端，侯友宜也要跟进啊。好，那你如果不跟进，如果你认为说，哎，这个是敌方的战场，或你认为这是别人的战场，你要另外拉出一块，然后来让焦点在你身上也可以。所以侯市长呢，你要抛出别的议题来告诉大家说，哦，那这个东西是过去以来可能蓝营支持者或国民党支持者觉得是对的，但现在还没浮上台面。那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两天看到的这个绿营又在打，说侯市长呢抛出来的一个叫做希望大陆的人呢可以来到台湾工作，好像有类似这个话题，但不确定是不是民进党造谣。
那这个相较于福或茂，虽然更加的细微具体，但是我认为暂时没有办法激起太多的共鸣。我不知道，比如说未来到了国庆日，或者呢到了光复节，或者呢是七月的七七抗战，这一些呢对于传统国民党支持者来说，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跟价值的日子。那侯市长如果能够在这些日子当中，也能够做出一些相关的表态，那这边呢，我认为可能柯文哲市长暂时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跟进。好，那所以这就是在面对不同议题的态度时候，你的表态、你的立场、你的论述，不仅是要正确，而且呢是要抢速度。毕竟选举你不是跟自己比，说啊一个月前我没讲，一个月后我讲了，好像我就赢了。不是，因为你的对手可能讲的比你还要来得更快。要是他到时候真的喊出来说让中天复台，要是连这个他也抢先怎么办？柯文哲先前有支持过中天啊，他不是有帮中天拍这个影片，然后说欢迎这个中天到了 YouTube 频道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下一次，我觉得有可能。对啊，所以如果下次媒体，因为他不是，因为柯文哲他并不是说自己突然的在脸书上放嘛，他也是有媒体问啊，或者是有专访啊，所以侯友宜也可以安排专访啊。你如果有什么话，你觉得自己突然讲很奇怪，你也安排专访啊，你也找人来问你啊，对，那就问说福或茂啦，然后问中天啊，然后或者是问一些蓝营的一些基本立场跟论述，问侯友宜，那你就一次通通都讲出来。那当然，对国民党现在我们民调所说只有七成支持你，那剩下的三成或至少可能有一两成觉得，哎，你有回归到马英九的路线，或者觉得你有回归到本来蓝营的基本支持者，那就有机会能够回流。否则的话，柯文哲表态的比侯友宜快，那当然这个一部分就会流过去啊。那要骂柯文哲是一回事，但至少他的这些论述确实会吸引到很多人。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实际的理由。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没关系，绿媒不报的，中天来报。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